什么事情哦？讲大声！爸爸一家门口。怎么会这样？里面有城堡哎，我们不进去看看吧。我们要去看小丑。你们回来了啊！我以为你们不见掉了嘞。我要看玻璃汽车。收看，我们是米可可 Vlog， 我们将会在每个星期六更新我们的频道，大家记得收看，还有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